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9月16日公布，新增41670例新冠确诊病例，分别为41430例本土病例及240例境外输入病例。确诊病例中新增46例死亡病例。台湾 TVBS 新闻网称，台湾地区本土确诊病例连续4天破4万例。指挥中心统计，截至目前，台湾地区新冠确诊病例累计为589万1355例，其中包括31726例境外输入病例，589575例本土病例。2020年起，台湾地区新冠死亡病例累计为10469例。